就是这个宣传车所发出来的消息，和土库镇公伯里的林兆古一做伙，都都做前往立委候选人苏迪芬位置土库的竞选总部抗议，并且要求苏迪芬爱给因一个交代。律师费拢一千块啊，阮都拢装无啊，所以伊安尼袂变作讲吼，阮是阮就是迄落啊，替人的好处啊，对嘛？啊！你即马无出来甲阮讲，变作阮较受影安尼。啊！你敢讲嘴就讲嘴，规个拢总在，不时的栽赃啦。好，今天呐、啊，他们的宣传车吼、哦，在我们公北里，包括马光地区吼、哦，都大肆的宣传说，啊，公北、中北里长吼、哦，林长哦，买票抓到，一个买一千块。啊，今仔日所有的林长拢站出来，伊这个不实指控哦，遏制的选通哦，应该给他遏制啦、哦。你谁透过透过透过电拢谁个安尼咯？啊，阮安在做林长要安怎？啊！我了解看卖你啊，吼、哦，歹势啦，歹势。听到公巴里林长抗议的声音，苏迪芬竞选总部并无真正面的回应。对此，公巴里长陈进和表示，检调单位若是调查后还予因一个清白，因无排除要向苏迪芬来订鸡卵。伊无买陈进这个顺单车用鸡卵，大家咯，哦哦，安尼好啦吼、哦。希望苏迪芬出来讲解释予清楚，向阮这个林长一个清白，因为阮的林长。无咧买票，叫伊安尼讲咧，即个人民是咪拢会找林长讲啊？你有咧买票，我咧钱拢叫你提来，所以讲拜托苏迪芬会当起来甲阮澄清哦，清楚。我觉得就是把所有的状况理清楚就好了。那没有买票就是没有嘛，哈啊！如果真的是有的话，那我觉得。真的不应该，因为民主政治走到现在的话，不应该再走回头路了。在越接近选举日子，回选的消息也越传越多。分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黄宜华表示，到现在为止有接到70多件的回选检举案，针对土库镇江北里的部分是在4号暗时接到检举，目前也进行分案调查。昨天啊是有接获这样子的情资哦、就是在土库这边有人涉嫌贿选的事情，那我们地检署已经分案来调查、哦、那现在就是整个案件都是有检调正在侦办当中。抗议啦！说地方来出来讲解释，是不是有贿选，也是要看检调调查后才会当来确定的。面对贿选的指控，国民党陈进和也已经收集相关的影片，要来提告诽谤了。记者李明安、王金星长报道。